我邻居，邻居深得我心。十个眼里只有他吗？我知道。可以投农农吗？谢谢你。哎、欸，这么说，如果今年我要选村长。很难当神啊，怎么不会当选？我一票，你一票，爸爸一票，怎么不会当选？你啊！哎呀，当不了我们前后旗吗？欢迎收看《酷比闹大学》。OK， 大家好，我是瓦仔。大家好，我是农农。OK。那今天看我们手上拿板子就知道了，今天就是闹钟出任务了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对。那大家前面也看过我们的短剧了，嗯，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的，没错。但是板上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些就是我们的十位正妹候选人。哎，选举要到了啊、哦，我们完全就是趁这十位漂亮的候选人，应该是可以趁到啊。哇、哦，像子瑜嘛，嗯，学姐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我有奈奈在这边，是奈奈吗？有像奈奈吗？今天很像奈奈哦，有吗？他是哪一区的、啊？有一点点，还好。哎，我觉得今年的候选人，虽然说里长可能比较会偏年轻，但是市议员也有很年轻的。对啊。那考你，嗯，请问几岁就可以去选市议员？30岁。好，大家底下留言哈。那几岁？不说，让大家底下留言。OK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北哥家问问。我知道40岁可以当总统。OK， 那我也知道22岁之后可以去选里长了。来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访问北科学生喽。我们这是我们2022今年的各地区的一个女性候选人们、嗯、哦，十大美女、嗯。对，你觉得哪一个人最漂亮？学姐吧，比较像有气质的女生，知性的感觉。这个不用选，就直接子瑜。林精灵这个，她眼睛很好看。我要子瑜吧，别选她，那应该可能就是子瑜吧。学姐或何精灵吧，我邻居。邻居？隔壁里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住永和。那你有看她本人吗？本人我每天早上健身看到他，他会在建工那一排啊，他每天在早上就是跟大家说今天工作加油，工作辛苦了，早上好。他现在更有力，我觉得应该是学姐吧，亲和力，然后有气质啊。这个，我想要吴亦轩，吴亦轩，我喜欢这个。子瑜，这个吗？保真总算得到票了，我被杀到，被杀到。哦，你被杀到哦。这个，知宁，对，怎么说？脸尖尖的，有气质。那个子瑜吧，你完全没思考哎。对啊，因为最近看他太多了，就是感觉地下上很多都在讨论他，啊，已经快受不了了。对对对，已经进去了。不可以放轻轻一下下就好。嗯，为什么？很 idol 的感觉。学姐，看起来蛮干练的。那子瑜啊，这个我。哦，乔英，高雄市议员候选人。那如果今天农农他也要上？你觉得他排得进去吗？一定可以啊！哇，有你觉得谁会是他最大的劲敌？可能没有哎、欸，他一定不是这个。你怎么大事很官腔、欸？谢谢你，身为南部人就是你还没出社会就这么社会化。子瑜啊，他每天都在晕船，他每天在那里跟我讲。你还有屁呀、啊？那子瑜的魅力在哪里、啊？年纪比较相近吧。哦，哎、欸，好像只大我们4岁而已。你这个都知道？真的学姐勾抱有啊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有会长会说他们的选举公报哦，你怎么会去看？你去查他的选举公报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他的茶会不是在星期天吗？可惜要考期中考，我就没办法去。所以是很难过的。对啊，是难过啊，不要去，要考期中考。可以投农农吗？谢谢你。哎，这么说，如果我要选村长，这个子瑜啊，子瑜，哦子瑜，我也是子瑜啊，当然是子瑜啊。嗯，这个，哦学姐。子瑜啊，我也是他吧，子瑜，子瑜，农农，耶，谢谢农农一票。这个，哎、欸，哦，同一个，子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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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投给子瑜。你投子瑜为什么？因为子瑜很可爱，很正，我觉得这个也很正。是你赢票，子瑜啊，子瑜。必须是子瑜啊！必须、喔，怎么说、喔？深得我心。十个眼里只有他吗？我知道。子瑜在我家旁边，他早上会拜票，然后我骑摩托车过去，他跟我点头，我也跟他点头。你会怎么说？会。他当选的话，你可以跟他说，不好意思，里长，就是我家前面的水沟好像会淤塞，你可以请人帮忙吗？这样子。我会跟他说，我家里灯泡坏掉。
欸，其实我看过他本人哎、欸，你看过他本人？对，因为我就住在这附近啊。真的假的？他就是在路边这样打招呼啊，拜托支持这样这样。我选学姐，因为我喜欢短头发的。我看你是学姐派，因为身边朋友圈好像都在讨论他。那你会因为一个人的漂亮然后去投给他？如果大家都一样烂的话，就会。当然会。我跟你讲，男生就是讲说实真话，不错，我有个 respect。Nice。这是外貌协会，好不好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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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的市容跟我们的市政可以越来越漂亮。你想想，我们在议员里面常常都会看到那一种柯市长的那种，我都会觉得啊、哦，有点了。因为有时候会漂亮点说柯市长，我觉得这什么东西，我就觉得哦，你想要点香香的感觉。对，你认识台湾这些男生来说啊，你觉得他们会因为人家漂亮然后去选他们吗？大部分都是那样的。你算很诚实哎、欸，很棒。他就是那一个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会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就交给就是比较有在涉略那种政治的人，就是会去做判断。对，这种可能就是会左右到很多很大群众的人。哎、欸，可是子瑜是里长哎、欸，你要就是说你随时都可以去里长办公室哦、喔。好像可以哦、喔。可是这位坏男生。好像可以哦、喔。应该也会，但如果他有很多负面新闻就没了就不會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女生还是理性，有点在挑老公的概念。哎，你们讲我们男生好像非理性呢、欸？男生都在那边看。我们可是大头小头并肩思考哎，拜托你不要乱讲好不好？什么？你好好解释哦。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当投开票所人员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欸、你这样子，一号一票，一号一票，你有什么话想跟子瑜说？加油！那你要跟他爸妈说才对。欸、很多人都说他爸爸是岳父哎，就是哎、欸、我岳父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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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我就要生气。为什么？要调侃我岳父啊？要调侃我岳父啊？皮诺可，这个直接电死。那如果今天你有突然说，哎、欸，今天要选举啊，你有看谁？然后你会敢跟他坦诚说？可能这影片被看到就已经。真的，我真的。所以你不怕？不怕，你会勇敢，勇敢说，跟他沟通，跟他讨论 ，respect。真男人啊，这是真男人啊，漂亮但不代表会做事啊。所以你会生气？我会生气。那为什么其他的不行？其他的也很漂亮啊。是不会到生气啊，但是就是觉得说，你要多方思考，不能只看外在。我会投给另一半。哦哦，这属于好强哦！心中的那个候选人，他都这样讲，我当然要效仿他。哎呦，哎、欸，那你真是模范生啊！对 对, 對，我指标性人物，指标性人物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啊，来到这个地方就知道我们今天票选的结果了。对，高票当选。就是。哎、欸，等等，哎、欸，讲清楚，什么高票当选？哎、欸，不要乱讲。学生投票最美的候选人。对，没错，就是我们的二号。我们现在在永福里。真的，29票，对不对？29票，他说啊，就搞不好你才访三。对啊，我们访多少人？我们访50组。我们访了50组，哎、欸，这是历年来我们应该说今年我们接访来说访过最多人的是。对，50个人，最后20，过半哎、欸。超过哎、欸，哇，他得票数超高。我们刚刚应该在北科直接自行宣布当选了。今天也有访到，也有有人投了很多这一个。像新竹的候选人啊，对，然后还有高雄的，还会很多的这边。当然就是说这些就是候选人们就是很辛苦，真的很辛苦啊。最近晚上日夜温差大，就是子瑜是的这个。好了，没有子瑜的。我怎么讲子瑜？我刚有讲到子瑜吗？有啊。我本来是说大家，这样的都是节目效果，这一定要剪进去，都是节目效果啊。不过今天你知道有什么吗？有一个遗珠。谁？就是我。因为刚刚有人要投我啊！我靠，你们还得讲话、喔！我本来想说，那这段就先沉默5分钟。哎，我妈一直叫我选村长，哎，选啊！真的，快去啊！对，不要回来了。什么意思？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一下，我们刚刚那10位之外，还有什么是遗珠之憾？对，除了我啦。今天就祝每一个候选人们，因为每个都很漂亮，对，希望每个都可以当选。好，让我们每一次看到新闻的时候都是香的。那我们影片先到这边了。大家记得就是如果喜欢今天这支影片啊什么之类的，就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大家记得订阅农农频道，还有农农贝狗也可以支持一下农贝狗耶。好，那大家就可以看一下瓦仔的频道。哎、欸，这个月我会拍一支新片。当然了，我们那个也有下课5分钟。好，大家这个看一下我们私底下。我觉得下课5分钟真的很精彩，一集比一集精彩，这。没看的人说不过去吧？下课5分钟可以不要拍，要拍，然后不要接访。那边有没有种？大家不看，你们告诉我们不看那个接访。下课5分钟的原因是什么？直接留言在底下。那我们今天到一边出路算成功了，谢谢今天北科的同学们，謝謝們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哎、欸，我跟子瑜谁比较美？子瑜。
我要自己回答。公司最美的地方是在厕所。刚刚找到亮点了吗？最美的地方。哎，我不知道谁会先发现。不是我贴的。哦，不是你，哦，不是你贴的。